阿星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哦，我们两个打了一点止损，拿下来卖。那你怎么不坐车下来呀？如果坐车的话，小孩交这个，然后这止损要算的人，所以我们两个就走路了。小春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呀？哦，我刚好在这边有点事，就看到你。那来，我快放下来，我来帮你背。没事，小俊，没事的。我们一起去卖，你放下来，我来背，你放下来，那我们先过去走吧，没事的。你放下来，我来帮你背吧，我们一起去卖。阿星，这里刚好有个空位，要不我们放这里卖吧？来，我来扶一下，慢一点，来，快点把小孩抱下来。阿信，对了，你怎么小孩不让你跑跑带呀？他说有事，所以我就把他带下来了。你看你走那么远的路。没事。你是几点就下来的？我们两个一早就下来了。你看你现在都中午了，没事，那快点把小孩抱下来。阿信，有那么多人买啊，就是来这个给你吃，我在那边买的。我买的。来，你来，好的，来。谢谢。没事，给小朋友吃吧。来，我来帮忙吧。阿信，他要全部都要吗？阿星，收拾完了吧？对。那我送你们两个回家吧。没事的，小俊，我们两个走上去了。东西快点。阿星，没事，我刚好我也想到上面去看看，就让我送你回家吧。承受多少？不麻烦。阿星，我车就在这边，走，我们上车吧。谢谢你。没事。阿信，来坐后面吧，带着小孩。阿信，没事，你看我这车天天跑山上，全部都是泥。没事，你上车吧，上车走。来，小心点啊。来，我买了一点吃的，你们应该还没吃饭。你们来，你拿好，没事，你拿好，来，你看，你拿好，还有几个冰淇淋，你们吃吧，应该。谢谢你了。没事，那我们就走了吧。